月轩不回来吃饭吗？你们没在一起呀？哦，今天在工房啊，看见他了，冒了一头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哎，他又偷偷去见海棠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估计是海棠离开了工房，月轩还在闹情绪吧。他又怎么了？其实也没什么，他就是跟工人发了几句脾气，可以理解。 东方香水出了这么大一个窟窿，他都不知道想办法解决，倒还有心思跑去工房发脾气。娘，这不是有我的吗？月轩最近真是越来越不懂事，你爹因为这事已经病倒了，这个家早晚有一天要靠你跟月轩顶上去。这次的事情，你要好好干，让你爹看到你的能力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娘，我会好好处理的。 月轩回来了，娘，赶紧坐吧，陪娘一块吃饭。我呢，也吃饱了，我先回房了，你们慢慢吃。怎么，海棠走了，是不是把你的魂儿也勾走了？你和月明老大不小的人了，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。 跑到工房里丢人现眼，害不害臊啊？工房的工作流程出了点问题，我看不下去，随便说了一句，这怎么能跟海棠扯到一块儿呢？你爹那么大岁数了，你和月明什么时候才能立誓帮你爹分担分担？你看他天天那么辛苦，你不心疼的吗？他都这个岁数的人了，早该在家安享天伦之乐了。为了一个海棠，影响你们兄弟的关系不说。 东方香水还出了这么大的纰漏，你不是想急死我们吗？好，娘，您说的对，我都记心里了。只要您别生气，您说什么是什么。你别在我这跟我油嘴滑舌、嬉皮笑脸。我把话说在前头，远离那个海棠，听见没有？娘，你怎么就跟海棠过不去呢？ 娘，你和大哥非把娘气出个好歹来不可，怎么还把脾气发到工房去了？家丑不可外扬啊！我哥都说了，不然娘干嘛这么生气啊？月轩，你还是收敛一点，尤其是海棠这件事，娘现在很厌烦他。 你快吃吧，我去看看娘。里边请。哎。 瞧你这心神不宁的，怎么一点精气神都没有？跟那晃悠什么呢？我没晃悠，爹，这不来店铺上班了吗？爹，我想问您个问题，问完您别骂我。啊。朗家这次的事儿，跟您没关系吧？当然没有了。那咱们家什么时候开始生产香水了？ 就因为他们朗家的香水滞销，我才立刻让咱们工坊制造了一批啊，独家秘制的香水出来，这才受到大众的追捧，进而垄断了整个市场，这就是生意啊。又学会了多少了？过大边就好，要不然真没法在月轩面前做人了。在嘀咕什么呢？啊，没有爹，我是说呀，这个生意不生意的，我是永远追不上爹你这个脑子。 爹，我看您今天心情不错，我还能再问您个问题吗？问吧。这早些年，您是和朗家有过节吗？有。哎。
哎，爹，可是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那个施家的第一桶金还是拜昆阳第一胭脂大户朗家所赐的。这个世上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相助啊，或许他们朗家资助我发家，是他们的心中有愧呢。朗家是有事亏欠咱们家吗？我们也曾经想达成两家互不相欠，但是难呐。我并没有反对你跟朗月轩交往，但是你给我记清楚了啊，家永远比朋友重要，利益永远要比义气重要。虽然说呢，你不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但是我毕竟把你养了这么大了，不要成天到晚的净在外头干一些吃里扒外的事来气我。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背着我在外头帮着朗月轩找买家的事儿，再有下一次我绝不轻饶你。哼，回来。还回来？过来。回来。你给我记住啊，施朗两家永远都不可能共存的，所以你要给我做的事儿啊，就是帮我打败他们。樊真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有急事儿。进来说吧。不了，我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你，他有个亲戚要结婚了，想请你过去帮新人化化妆打扮打扮，钱挺多的。真的？嗯，他们是大户人家，想把婚礼办得体体面面的，只要满意，钱不是问题。樊真，谢谢你什么事都想着我。跟我你还客气什么呀，更何况人家是真的想请你帮忙。嗯，那如果这事儿成了，赏钱咱俩一人一半。你说什么呢？你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，而且你也没少帮我的忙啊。樊真，谢谢你。咱姐俩就别假客气了，我知道你现在挺难的，咱们一起相互帮衬着度过难关。而且你手艺那么好，我不相信在昆阳还混不出个名堂来，我还等着和你一起扬眉吐气呢。全昆阳啊，最看得起我的人应该就是你了。好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活拿下来。嗯，那我先走了，路上小心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海棠，加油加油。美丽的小姐，我能和你约个会吗？今天不行，我还有事儿呢。看在我等了你半个小时的份上，你就答应我吧。找我有急事啊？你猜对了，好事儿。我想让你回工房。我说过，我不打算回去了。你听我说完嘛。我哥想了一个更好的方案，东方香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所以现在我正式邀请你跟我回工房，郎女士需要你。月轩，咱们两个的角度不一样，你站得高，你看到的东西我看不到，我在乎的东西可能你不在意。我说过，既然我出来了就不打算回去，请你尊重我的选择。好，我不勉强你。那你想好做什么了吗？还没有。哎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今天真有事儿。哎，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了。哎，走。哎，月轩，哎，走了。你们到底是行家呀，手上东西真是齐全。那可不，我们海棠的手艺，全昆阳都找不出第二个呢。谢谢你给我介绍这么好的师傅，我非常满意。他呀，
让我随便的画，大胆的画，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很美了。而且，他说无论我把你画成什么样子，在他心里你都是最美的。其实啊，每个人在别人看来都是不一样的，最重要的是在你心爱的那个人眼里，你是最美的，这就够了。玉轩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等你啊。你今天不忙啊？我这不是想多点时间陪陪你吗？你俩先甜蜜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对了，海棠姐，我有个想法，正好玉轩少爷也在这儿，还能帮着出个主意。什么想法？你看啊，你的化妆技术这么好，而且又有给人教学的天赋，那为什么不开个美容学校呢？美容学校？你可真看得起我。刚刚你给那对新人化妆的时候，我就在一旁看着，你把化妆的过程从头到尾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，一清二楚。那整个昆阳也没有一所能教人打扮变美丽的学校啊，行不行？你考虑一下。你别说，我觉得凡尘说的有道理，真的。而且，你不是一直想把你的手艺传授给别人吗？可是自己有手艺和能不能教会别人，这是两回事。你试都没试，你怎么知道是两回事啊？而且我真的觉得，开办一个这样的学堂，真的是一个前无古人、歌功颂德的大善事。不对呀，怎么说着说着还帮你圈上了？凡尘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这可是当着老板的面挖墙脚。我才没有呢，我又不是工房的人了。反正开学堂呢，肯定是有一定风险的，回工房一定会更稳妥一些。没事，不着急，这事儿你也再想想。上车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考虑考虑啊。哎，海棠，我觉得樊正刚才说的有道理。如果你暂时不想回工房的话，那就先试试别的事做，你说呢？而且我……原来你们俩在一块儿呢。怎么了，月明？找我有事儿啊？啊。我要在这儿不方便说，那我就先走。海棠，我等你的信儿，记着，不管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哎，月轩，你不用回避，可能我们俩说的都是一件事情。海棠，今天我来呢，就是想问问你，离开工房之后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想给予你全力的支持跟帮助。其实也谈不上什么帮助吧，你的能力呢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我想跟你合作，你出技术，我全力支持你。我猜，工房那边你应该也不想回去了，所以，我们可以开展一下别的项目。海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，他决定跟我一起合作。是吗？但是我现在还在想，我到底是不是当老师的料？你们打算办学啊？你也觉得不太可能吧？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再适合不过你了。你想啊，一来可以把你的技术传授给别人，再者呢，就从中可以物色出更多化妆的人才。哎呀，你们把这事想得太简单了，我教化妆都不知道有没有人愿意学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跟月轩会全力支持你的，是吧，月轩？当然。那让我再好好想想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好。别开车吧，我送你。月轩啊，有一点我特别的服你，追女孩子你永远先人一步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替你高兴。老爷，吃药吧。我都好的差不多了，不喝了。
你要是不喝，哪能有现在？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知道。也吃一个这个吧。怎么跟个孩子似的，喝药还得人哄啊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两个好像都没对对方笑过了。似乎只有你病了、累了，我才能有机会这么近距离的跟你说说话。都老夫老妻了，你提这些事情干什么呀？就是因为跟你过了大半辈子，我才有这样的感慨。最近我经常担心，你要是病倒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还能指望谁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哦，对了，我听全叔说，月明把这次东方香水的事情顺利解决了，是吗？没想到我们的儿子这么优秀。是啊，月轩呢？不着调，天天往外跑呢。我劝你啊，是时候放开手了，不要凡事都亲力亲为。你呀，早就过了拼命的岁数了，以后有什么事你就放心的让他俩去做，不然要这两个儿子有什么用？我又何尝不想呢？月轩的心太善，无论什么事都为别人着想，做买卖的时候不下点狠心是不行的。月明啊，心眼太小，心思太重，凡事都往坏里想，太压抑。你怎么会这么想月明？这次东方香水的事情他处理得很好，工房上下个个都很服他。相反月轩我倒是很担心，现在这个孩子心思全在顾海棠身上，这次的事情他多多少少有责任。要我看啊，你还是多重用月明，让他多锻炼锻炼吧。行了，我向来赏罚分明的，月明这次事情有功我都看在眼里，不会没说法的。再说月明心思重，想得周全，心思缜密，这不随你吗？我只是怕有时候他走的路子不是往正地方下功夫。我看月明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，你就是对他不放心。都是我自己的儿子，我能有什么偏见啊？这要问你呀，你心里是不是偏向月轩多一点？我不是不想放手给月明，只是经过这几次事情，我才发现，无论是他还是月轩，都没有办法将朗家所有的事情都扛起来。慎重，还是要慎重。你看你啊，就这么个操心法，你这身体什么时候才能好？别啰嗦了，你出去吧。那我先出去了，记得把药都喝了。知道了。月轩。哥，这么晚了，你上哪儿去啊？我睡不着，出去溜达溜达。出去溜达溜达？嗯，溜达溜达，你穿得这么光鲜夺目的干什么呀？你还学会打马虎眼了是吧？这不娘睡着了吗？出去一趟。不是我说你啊，最近你少往人家海棠那边跑，爹娘还生着气呢。我不是去海棠那儿，我就出去溜达溜达。行了，你别管了，哥，早点睡啊。
老邵，您来了，您请。哎呀，这不是老邵吗？好久不见了啊！您真是好久没来了。对呀、啊，是不是把人家给忘了呀？人家好想你嘛。你这么久没来，是不是去忙事业了，所以才没时间来看我们呀？是吗，朗少？男人嘛，不能总那么辛苦，有时间也应该放松放松的嘛，是不是啊，姐妹们？对对对对对，是啊，说的都对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也累了，今天的酒全部由我来买单，走，喝酒去。月明，海棠，你要出去啊？哦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哦，我刚好在附近办事，所以就顺道过来看看你。哦，边走边说吧。哎，好。海棠，办学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也在犹豫呢。现在场地生源都是问题，最关键的我是怕我自己经验不足，教不好学生。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海棠啊，自信美丽大方才是你留给人的第一印象。月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跟月轩一样会说话了？说起月轩啊，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好好管管他。什么意思啊？昨天他回来之后呢，偷偷摸摸又跑了出去，到夜总会玩得很晚才回来。这些天呢，他要不是在你这儿，就是跑夜总会，工房的事情根本就不上心。是不是因为他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才那样的？希望是这样吧，反正你看到他，好好说说他吧，至少让他收敛一点。嗯，走吧。转身不让你看到泪痕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的痛在身，从不当真。看到你贤惠的样子，美得好像一幅画一样。这是女孩子的房间，你觉得你进来合适吗？我这不是在门口站着了吗？我困了，你出去吧，我要睡觉了。你怎么了？啊，这一晚上不见哪儿来的那么大气性啊？而且你看你也不高兴，这房间都感觉乌云密布了。那你去阳光明媚的地方待着吧。可是我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才会觉得阳光明媚啊。油腔滑调。老月轩，你跟所有女人都这么说话吗？哪有什么所有女人啊，没有别的女人，只有你一个女人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昨儿，看来你都知道了是吧？我本来还想着给你准备一个惊喜呢。惊喜？惊喜你又变回花花公子了是吧？老月轩，你最近怎么总是自暴自弃的？你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的，你这样让大家对你很失望，你知道吗？停！你这说什么呢？首先，我得给你解释一下，我去的不是像你说的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的，我去的就是一个大家在那儿唱歌跳舞消遣的地方，很正规的。第二，我这次去，我是带着任务去的，纯粹是为了你。什么任务啊？
帮你拉生源啊。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？我看你是想一举两得吧。海棠，我现在全部的精力和精神都放在你一个人身上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自从遇见你以后，我就是碰见再漂亮的女人，我根本都分不清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。你这人怎么那么厚脸皮啊？你说这话自己都不信吧？我怎么不相信啊？而且我还相信你的慧眼能一眼看穿我的小心思，我真的是去帮你拉生源的。我相信你所有的判断，我支持你所有的选择。况且我去这种场合也是有我的依据的，根本就不像你说的什么一举两得，我是一举多得。这一来是那个地方汇聚了昆阳城所有爱臭美的人，二来那里也汇聚了昆阳所有的时尚名伶，他们的关系面广啊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的。当然了，这三来术业有专攻嘛，我呢对那种地方相对来说也比较的熟悉，但是那都是之前的事儿了，跟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真不知道应该骂你好还是夸你好，你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呢？你也可以带着我一起去啊。你看你，我巴不得跟你一块去呢，但是我这不心想能帮你多分担点，少让你操点心吗？听起来倒是挺不错的。因为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海棠，你不相信我你能相信谁啊？咱俩是合作伙伴，我要跟你一块开创一片新的天地的。还有，如果你把学生培养成功了，你可以往郎里春送啊，这是个双赢的事业。我信你。哎，这就对了嘛。那个啊，对不起啊。哥，开车。哎，把您吵醒了吧。你去哪儿了？哦，我出去转了一圈刚回来。又去找海棠了？你知道你娘不愿意你跟她在一起，海棠的秉性不坏，这我清楚，我也不反对你们正常交往，
可是海棠以前是咱们的家人，虽然他和月明已经断绝了关系，但是传出去毕竟不好听。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爹，您一向都是很开明的人，小时候您也一直告诉我，男人要不顾一切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难道我就不应该坚持吗？月轩，我最近对你很失望，你把劲儿都使在海棠的身上，你的事业心在哪儿呢？爹，我跟海棠在一起也是在筹谋郎里春的发展。筹谋郎里春的发展，你是找机会跟海棠接触吧？你自己那点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东方香水要不是你哥，我看你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爹，首先我哥比我厉害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而且我也觉得现在我哥确实比我更适合管理工坊，如果您能把工坊的事情交给他，那他一定会更有自信的。至于海棠，我们两个也一定会有所成就，让大家刮目相看。哼，海棠，海棠，真不知道这个女子对你们兄弟俩来说是福还是祸。当然是福了，爹。我也希望是。将海棠赶出了工坊，还是断不了她跟月轩的情，反而看着他们越走越近，我能坐得住吗？是啊，也不知道这个海棠到底给月轩灌了什么迷魂汤。总之，我绝不允许她再踏进老家大门。娘，我在书上看到过，顾海棠的面相就是桃花命，就怕她是月轩和月明命中的劫。是祸躲不过，你继续帮我盯着月轩和海棠。你最近表现很不错，这样娘才会放心把家事交给你打理。我知道。啊，对了，最近墨画没有来我们府上，你帮我打个电话给他，让他来家里一趟，说我有事找他。好。哎哎，那个什么，哎嗨，哎哎哎，老少，咱先不喝啊。那个，你难得约我出来一回，肯定是有什么有苦难言的事儿啊。你了解我这个人，就一个优点，嘴严。你把那些苦水啊都吐出来，尽情的吐出来，别憋着，憋着它上火起包。这是玩命啊！这是啊，慢慢点喝，我追你个。顾海棠是我最爱的女人，但是因为海棠，我跟我哥之间不自觉就疏远了。月轩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跟月明是兄弟，但毕竟是情敌啊，背对背了，面朝面热。这自古以来，有多少人因为个女人反目成仇啊？在爱情面前，什么这友情啊，甚至到亲情啊，还不及这些牛肉之钱。我想到了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不能因为一些别的事情，我就放弃海棠，我放不下她，对吧？你看，啊，想要江山，又想要美人，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，这道理很明显。你放屁！你才熊掌呢，胖子。我心里难受，是因为我总有一种
总有一种众叛亲离的感觉。啊，你说我这算众叛亲离吗？不，这不是，不是。不，月轩，我呀，有些话我也想了很久，我还是得劝劝你。我不想听。你必须听。我是旁观者，我旁观者清。这是按理说呀，这是你们家的事儿，我不应该多嘴。但是你不能把所有人都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和月明是兄弟，但我觉得月明他变了。哎，你接着说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不是，那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没听明白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西红柿鸡蛋好吃，这鸡蛋特嫩，嫩。你小子也学会跟我说话说一半了是不是？咱们是哥们儿，我什么跟你说一半啊？我有什么话都是口无遮拦。不，你这是这样吧？你这样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儿的重点呀，在于因为海棠，你得罪了月明。你也是我猜的。我告诉你啊，胖子，咱俩虽然是哥们儿，但你别背着说我哥坏话，听见没有？我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喝酒。不想这事儿了，啊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啊。你尝尝这鸡蛋，特嫩，嫩的不行。你尝尝，那生蚝什么的都不及这鸡蛋。娘，您看谁来了？太太，墨画，好多日子没看见你了。我早就应该来看您了。来，你看，墨画，你身材又好，皮肤又白，回头我让师傅做几件旗袍给你。谢谢太太。妙兰，你先回去睡吧，我跟墨画聊聊。是。坐啊。哎，墨画，咱们娘俩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，我这次叫你来有事想跟你商量。你说吧。其实呢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们做长辈的本不该多掺和，但我两个儿子脾气一个比一个倔，我想你帮我劝劝他们两个，跟那个顾海棠断绝来往。太太，这个事儿我是真的不知道从何下手。他们两兄弟跟海棠关系那么好，我要是在中间挑拨，他俩还不得恨死我啊？怎么是挑拨呢？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顾海棠那个姑娘，那两个小子就是不争气，不知怎么就着了他的道。你可得帮我想想办法。我也想，可是。其实我之前一直有心撮合你跟月明，但后来我发现，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路人。你的心思，我是知道的。我们两个说悄悄话，你还不好意思上了。别不好意思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。太太。我是真的喜欢月轩，可是月轩他看不上我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为他付出的已经有那么多了，他根本就看不到，可能压根就没有放在心上吧。我越是追他，就把他推得越远。为了他，我和海棠的姐妹情分都断了。我实在是忍受不了自己爱的男人，爱的却是自己的闺蜜。这样，我觉得我自己真是太失败了。傻孩子，不是月轩看不上。是他没那个福分，他已经被海棠迷惑住了，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对，就是海棠迷惑的他。墨画，要我看，你比那个海棠不知道要好多少倍。无论你选择谁，只要你能当我们朗家的儿媳妇，我是一百个乐意。我也是。墨画，你别急。只要你初心不变，伯母帮你。可是，就月轩那个倔脾气，
100头牛都拉不回来吧。月轩是吃软不吃硬，咱们得使巧劲儿。以后啊，我会多帮你跟月轩制造机会。谢谢太太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月轩。莫话，我帮你。不对，应该说是你帮我们朗家。月轩被海棠迷了心窍，如果能让他改变心意，真是救了月轩了。嗯，来，你看看这布料，真好看。你喜欢，全部都送给你。真的吗？嗯，谢谢太太。